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楞。我就感觉这两天不头痛吗？头痛，然后昨天晚又这两天又发烧，后来昨天晚全身痛，这些症状跟啥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，是新冠。因为我也没上街里，但是为什么这样呢？也许是快递吧。我这个东西还多，咱们测试一下，看看是不是阳了。没阳呢，咱吃点感冒药；如果是阳了呢，是吧？咱们赶紧想方法治，测试一下。头痛、发烧，就这个症状是很像。哎，还挺快啊。咱没事啊，家人们看看，看看没事啊。你们咋回事呢？他是出来一个杠就证明成功了，成功之后呢，但是。咱们那就是感冒了，还是没中啊。看看咱们到哈密第一站，然后就鼓励姐就给咱们送药来了。你上那个红绿灯，然后是右拐。哦，红绿灯右转。在你左右有个停车场，在马路右边。挺大的。对。那块人多吗？人是不太多，但是旁边有个警务站，有需要帮忙的，他们会给你帮忙。然后警务站对面就是我家。因为我那有狗，我就害怕人多，把人吓一跳。我们那边。那个房车都在那边停呢。哦，就在那，就是这个往那边走，第一个红绿灯。对，第一个红绿灯，然后右转。大概个300米左右，在马路的左边就一个停车场。那我去看看去。谢谢你，古丽姐。没事。谢谢你啊。有什么帮忙的，你给我打电话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没有没有，这就挺好的，能有效了。我就不离你太近了，古丽姐。你私信我一下，私信我一下，我会管你一下啊。我死了。哦，私信了是吧？对啊，等会儿你看一下。谢谢你，古丽姐。等我好了，我请你吃饭。哦，古丽姐，行。帮忙的，你叫我，我就在那个停车场对面呢。谢谢您，我就不靠近您了啊，不靠近您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我兄弟确实他很难受了啊，我感觉80%咱们家人说的对，好像是吧？没准是阳了。咱们把那个车横过来，停在这，然后能进来阳光，窗帘拉开。咱们从这修一修行，看看这个地方，这块也没有车，这样行，不用怀疑了，100%是了。我想咱们这样看看，开着窗户，外面阳光特别足，我想全身是汗，把汗捂捂，100%是了，没事了。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。不是姐，我不过去了，我确定了，我阳了。喂，没事。呀。你还需要什么东西？我啥都不缺，姐。你需要什么东西，我给你拿过来。我什么都不缺，你放心得了。你又买这么多东西。要不，你就听到我们那个楼下就可以，我就好照顾你。我这块就挺好。这块没有人，然后咱也传染不了别人，我就不出去了。不是，再出去那个再有个那个谁那个3天5天我就好了，好了我再出去。谢谢你了，古丽姐啊。没事没事，我看你。哎呀，快给不用，你买又买这么多东西。说不定还得3-5天。我没事。这样确实不好。我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啊。好多了，我昨天最厉害，今天好特别多了，我就不过去了，古丽姐，我这今天确诊了，确诊是阳了。现在确诊谁都不怕。不，我不行，等到我好了，我给你们好好坐坐，但是像确诊了。你接一下我的电话吧，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。好嘞，好嘞，古丽姐。不用，我从这挺好的，这也不影响别人，然后这就挺好的，哦，古丽姐。什么？水？我水够。水够吗？够，都够。你别靠近我了，我这。没事没事，我不怕。你看你买那么多东西。我给你下了个馄饨，然后加了我们那个民族那个饭，然后加了香菜，你赶紧吃吧。行，谢谢了。这个。喂，我儿子还给你留了2块钱。哎呀，谢谢他，谢谢他。这是乌梅。啊，乌梅呀。啊，你要是上火了，怎么了？你可以。喝点水，喝或者直接吃，那个沾着那个囊吃也行，挺好的。哦，行。然后这个是啥剂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哦。我给你带了个退热贴。哎呀，可行了。需要什么东西，你给我打电话啊。你等我这两天好了，咱我再见你。行。哦。哎，
我都不敢靠近。钱是我儿子留给你的。对对。把兜里的两块钱。两块钱。孩子给我了两块钱。别叫了。别叫了。爸，我在过来的路上，我给他们讲过你的故事。哎呀，真没啥，就是特别勇敢。没有，那也是失败了，咱们就得好好努力，然后再是吧，东山再起嘛。嗯，也没办法。行，那你就回去嘛，回去吧。然后我哥，你咋回来？我就把车给开过来了。我就不敢靠近了，我这。没事。啊。拜拜。不能靠近咱们这。嗯。昨天晚上古丽姐一晚上都没睡着觉，就担心咱们。哎呀，可没睡。哎，真心感谢你，咱不能靠近羊，已经咱们就是，咱们羊着呢。哎呀，真的没法说。谢谢了，真的感谢。好多人都说你为什么有这么多好人缘？但是咱们到新疆依然有人。哎呀，古丽姐是维吾尔族啊，维吾尔族，还有他们孩子给了我两米啊，就是两块钱，我没别的啊，这个我收下，这个心意我收下。好嘞，古丽姐，我有事就给你打电话了，你慢一点。哎呀，鸡蛋，买了一本鸡蛋，葱，馕，馄饨，哎呀，太好了。